做治疗，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爱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自从掉落，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又有一股不想鼓掌但是手又不听使唤的拍起来的感觉。你不在家的时候家里发生好多事哦。有一种感觉，对，非就是我自己压力也很大，不知道在压力什么。这个歌声给你的感觉，现场听到的感觉，因为你是第一次听他现场。对，我觉得很惊人。对，笑什么？后面为什么突然就是惊人？对，因为女生，我不晓得，我听到这个声音我会陶醉，想嫁给他，对不对？对，他表现已经很好了。杨宗纬有压力吗？好，要不要？没关系，我试试看。歌词熟不熟？记得吗？你的歌词 OK 吗？歌词记得吗？记得。各位，我们现在超级星光大道挑战所有观众的心脏，同一首歌的比赛，欢迎杨宗纬演出。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原来
位，根据奥运的比赛规则，选手在中间的时候不可以鼓掌，哈，好，但是大家都很忘情了，感觉他唱到副歌的时候，整个人、整个身体、整个头，连奶头都有放松的感觉，有没有？但是唱到副歌的时候，来，辛晓琪的奖品，两个人的技巧都没话讲，所以要比什么呢？就是比整个的感觉，有没有进入这个歌曲？那个敬腾。你稍微改编了一下下他的感觉，有点 blues， 有点 jazz， 对不对？哈，可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不必从头到尾都是那个样子。那反观钟伟，你是其实就是按照原唱，可是做了一些变化，这个比较难。尤其是你刚刚副歌那个真是一绝，所以难怪现场的朋友他们会情不自禁的就给你叫好鼓掌。为何你还来？到底想嫁黑还是想嫁白呢？小林老师，听完两位的演唱，其实我听到现场鼓掌的时候，我也很想站起来拍手，因为你知道吗？从杨宗纬开始唱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很紧张，因为就觉得说，哎，怎么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会拍手就觉得说，啊，赢了这一句，就是那一句。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很想听敬腾，他在旁边。他一直在跟着唱，我想听他刚刚在听杨宗纬唱的时候，他是什么感觉？敬腾，你的感觉是？我很紧张，真的很紧张。你其实，在他的这个资料上面有写，他觉得上次会赢杨宗纬，是因为杨宗纬没有发挥实力。要不然，你觉得如果他完全发挥，你没有办法赢吗？不知道。所以你看他这么紧张，他还表现的是这样子可怕的，惊人的，真的那种能量。对，所以这一组你知道吗？其实他们俩有很多相像之处，你们有没有觉得？分这一次他能够得到几分？请评审按灯。16、16、10、20分。萧敬腾再度获得满分，18、21分总分。OK， 好，接下来杨宗纬可以得到几分？至少要超过20分才能够赢到20分。果然，杨宗纬也得到超越20分的是4、5、20+4、24分。恭喜杨宗纬！谢谢。OK， 所以到底胜出的这个总和原因，来，小胖老师。我觉得今天两位都唱得非常好，我在听两位演唱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两位可能就像是两台很棒的跑车。那今天这个杨宗纬感觉上加了一个涡轮，那个尤其是那个回忆那一句回忆，他其实还加了一个自己的 attack 进去，这个是很有个人的特色。杨宗纬一开始唱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眼眶蓄泪啊。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给他们同，其实我给的是同灯哦，因为如果就当然如果就整场比赛现场的表现而言的话，其实今天杨宗纬是比萧敬腾好，但是我为什么给萧敬腾一样这么高的分数，是因为我觉得他从一开始他打算端出来的菜就是不同于万方的不了情，所以我觉得他走的是一条很艰难的路。现在感觉如何？就其实蛮难过的。萧敬腾是不是觉得我们都在欺负你？会不会？没有，我们这边人太大声，会不会？